我们历届不来今天的房间，非常干净。熄灯了，今天拿特别累，十点就睡高高喽。我早早起了，三点就起来。起床，起床，起床三点钟。四点半的天空，而且不夸张，我们昨天真的住在火锅店这家。昨天都没有跟大家讲，我们住在火锅店。啊，好漂亮哦，看得出够。要这么早起的人才看得到的，好热血哦！的日出时间5:04，看到一点点橘橘的，一点点啊，好酷哦！你看，这算是低山云海吧？这里现在是5:05，超漂亮的云彩，美到想哭，太美了。扯不扯？扯不扯？到了，好多人在看日出，超多超多超多，超漂亮的。我们一起去朝圣，五岭。5:19。太夸张，超美的。现在这里的温度是7度，有太多人吗？不敢相信现在是早上。二点就会还你了。要地图，我们今天要攻这里，合欢东峰。高山还有心脏。心脏，能高山，这是我们未来的愿望，希望可以达成。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啊，骑车上山。太热血了啦，好多好多人，他们来看日出，哦，好热血的年轻人哦。哦嗨哟，太阳公公出来了，美好的早晨，美好的一天，美好的白月第二天。饭店的早餐应该是奶茶、粥、地瓜粥、高豆腐、青菜，还有一个，我今天的早餐。好炸裂哦！你这样怎么做啊？怎么做啊？好夸张、哦，好夸张！哇，加油！今天就是松雪喽。到底有没有下雨啊？现在毛毛雨。天哪、啊、天哪、啊，旁边这位好冲！我们被呛了。刚刚他说我们是大妈团。长大声一点！哎、欸，后面的，在做什么？快一点！突然间，我的温暖。要爬多久？要多温暖，太热了。对，突然又变得好温暖。要去合欢东峰步道。今天朋友已经开始跑起来了。Go go go！ 我们在11点的时候出发。好，三分之一。上机了。对。天气没有想象那么糟，看一下这里。他开着 KK 秒自拍，好可爱。超近距离。500。700，超漂亮！无止境的陡坡上坡，虽然都是阶梯，但也是很喘的。好多阶梯哦，啊，神多阶梯的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有就进了。到了，海拔32.1公尺，可以。我们等你30分钟了。Oh my god！
好北够，我刚爬了50分钟，好开心啊、哦！好，要不要换个 pose？ 哎、欸，我们来一个嗨一点的，就跳起来之类的。你确定？真的吗？这里有点凸哦。难道比爱心吗？而且我这也有。一二，非常拥挤的东风。五告贼狼，我们大家公共，然后我刚刚是在这个地方脸书直播的，大家可以在脸书收看，回顾一下 live。好，欢迎收看东风，拜拜。我们在下东风，前往下一个里程碑了。还有我们今天有一个幸运之神，那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，非常好。没下雨就很好了，我觉得昨天淋得蛮真实，大虚温。加油！对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他不在西。哦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休息。谢谢。对，海拔比较高，会比较累一点。走一个超陡坡。对，反正走下去都一定会到，每一条都一定会到，好不好？下山的路。对。哇，好帅哦！有拍到。我跟你讲，只要人可以走的都叫路线，只是比较少人走而已。看这里，有啦有啦，有人走过，只是真的比较少啊。对，就说不管怎么样都能到吧。哎，耶，帅！山林老师，抛起来，抛起来 ，Go Go Go， 抛起来！呼呼，冲啊！3.67公里，2个小时含休息，耶！这是我的水袋。如果爬山或是越野跑啊，还是什么运动的话，建议大家可以带水袋，因为如果带那种水瓶啊，基本上会增加重量，也比较没那么方便。加上这个，它的这个口就在这里，就是累了渴了就可以直接喝。